俺老孙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，怎么能教你们好好操练呢？真是扫兴得很呐！大王要件凑手合用的兵器嘛，倒也不难，但不知大王海里可能去得？什么海里？俺老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哪里有不能去的地方？那就好办了。 这瀑布下面直通东海龙宫，要到龙宫去一趟，哪怕借不到一件合用的兵器呢？哦，有这等好事，俺老孙就不愁了。哈哈，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，俺去去就来。来干什么的？哦吼，原来是乌龟，虾米二将，俺老孙要见见老龙王，快通报！带，快带俺前去，不然就吃俺老孙这一拳！哎，我去。嗯。 跑了！到了。大王，外面有一妖猴闯进宫来，给我轰溜出去！嘿嘿，老邻居，你来此何事？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，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，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。莫当什么事，原来如此。夏将军，拿一根枪来给他。嘿嘿，这算什么兵器？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！轻，太轻。轻，有，要重的有，就怕重了一点。来人啊，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！ 是轻啊，再拿一个重点的来。大贤法力无穷，我这里实在没有再重的兵器了。在你这么大的东洋大海，连件趁手的兵器还找不到吗？嗯。 有了有了，大仙跟我去看。请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宝贝大有来历，这是禹王治水时留下来的一根定海神针。大仙要是拿得动，就送给大仙。 是个宝贝，好宝贝，好宝贝，可惜太粗了一点，细一点就好了。好，再细一点。 如意金箍棒重36000斤，小小小，这是我镇海之宝，你不能拿走。只要我拿得动，就送给我。难道你说了不算吗？你抢走我镇海之宝，我要到玉帝面前告你一状。 启奏万岁！今有妖猴孙悟空蛮横无理，大闹龙宫，拔去我镇海之宝。此猴妖法甚大，若不除去，龙宫永远不得安宁。望万岁为老臣做主。妖侯什么来历，胆敢如此放肆？哦，那妖侯好生了得，他是500年前得道的猴精，力能降龙伏虎，移山倒海，万岁切不可轻视啊！嗯，有这等事，哪路天将？ 前去收服妖猴，启奏万岁！以老臣看来，不如携带诏书，召他上天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把他哄上天来，严加管束。如不服管，也好就地擒拿。这有什么稀奇？这有什么稀奇啊？是啊，这有什么稀奇？你们闪开！别！咦？哟，真是个好宝贝！好宝贝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这个好宝贝，这个好宝贝，这个好极了！好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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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宝贝！大王，天上下来个老头子。 我去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来干什么？来干什么的？我是天上来的，要见你们大王。没有大王的命令，谁也不能走。哎，大王有命令！大王命令带老头前去。 哎，这才像话！我是天宫太白金星，奉玉帝圣旨，请你上天。上天干什么？上天去做官呐！做官？做官有什么意思？这天上乃是神仙境界，与你们这花果山可是大不相同啊！到处金碧辉煌，遍地奇花异草，星星铺成银河，彩虹架作飞桥。大王，您要是不去看看，那岂不是可惜吗？好，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。 哎，大王有命令我们也要带我一块去啊！大王，我们也能上天吗？为什么不能上天？带俺先上天去看看。你们在家好好操练，要是真好，我就带你们前去。哎，你们好好在家操练，下次带你们去啊。嗯，你们大王呢？我们大王早飞出108000里了，你还不快走？等一等。 是玉帝请来的，闪开，闪开！快快让俺老孙进去。可有诏书？嘿嘿，既然玉帝请俺老孙上天，为什么还要动刀动枪的？快快闪开，不要惹俺老孙生气。如若不然，嘿嘿！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！嘿，老头。 怎么哄俺老孙？他们为什么不放俺老孙进去？你是第一次来，他们不认得你，赶快闪开！这是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旨意，请他上天的，请吧。 请稍等片刻，带我前去启奏。启奏万岁，孙悟空现已宣到。宣上殿来。宣上殿来。嗯？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 你不是个哑巴吗？啊！快去参见玉帝！快去，快去！玉帝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上面便是。快去朝见！跪下！ 启奏万岁！那孙悟空是下界仙人，不懂天庭礼节，万岁恕罪。免去朝拜。武曲星臣在，查看一下哪里有官职缺额。遵旨。给他个小的。启奏万岁！御马监缺少个管马官。 封孙悟空为弼马温，掌管御马监，下殿去吧。赶快谢恩吧。弼马温是干什么的？哦，这御马监有骏马千匹，都归你管。在那里呀、你是最大的了。赶快谢恩吧。这是官服，不可不穿呐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大王莫开玩笑，莫开玩笑！马天君，臣在。那弼马温乃是你的手下，你要早晚防备，严加管束，不得大意。遵旨。干什么？哎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！请弼马温查看天马。哦。这样管马的，自从弼马温来此以后，天马批批精壮巡抚，您的功劳可不小啊！马天军到！马天军到，请弼马温快去迎接。什么马天军、牛天军，别去理他。啊，马天军。新来的弼马温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他正在驯马。去！哎，该死的，该死的，谁敢把天马放了？你是什么人？敢来这里放肆！大胆猴头，玉帝派你管马，你竟敢把天马放了！要是缺少一匹马，小心你的脑袋！你是什么东西？敢来管你孙爷爷？我是玉帝的钦差，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，你还不乖乖的服管？住口！玉帝老儿请安上天，还派个人来管我！胆大弼马温，你眼睛里还有玉帝吗？为什么给我绑起来？谁敢绑我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来人！哎，告诉你那玉帝老儿，他看不起俺老孙，倒要叫他看看，俺老孙可不是好欺负的。 那弼马温打伤了马千军，捣毁了御马监，反出了南天门，逃回花果山去了。啊！妖猴如此大胆，冒犯天威，定要捉拿问罪。这是马千军做事鲁莽，坏了计谋。待老臣再去招安，哄他上天，严加管束。且慢！启奏万岁！金星老儿老是一套招安，招安。 天庭威严被他丢尽，妖猴如此猖狂，岂能容忍？待微臣前去擒拿问罪。你不要轻易出兵，劳师动众啊！难道还让那妖猴爬到我们头上不成？那请问天王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妖猴胆敢反出天庭，如不抓来严加惩办，定会有人学他，天上岂不大乱？ 天王高见，我老头领教领教。嗯。报！启奏万岁！那弼马温在花果山挂起旗号，自称齐天大圣，他要与万岁平起平坐。嗯？啊？胆敢自称齐天大圣！ 头阵，等你。是哪路毛神？报上名来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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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小的毛猴，哪里经得起我这一锤呀？嘿！ 圣舍不得打你，你有多大本领，自称齐天大圣？先吃我一枪！告诉你那玉帝老儿，答应俺老孙这个称号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定要打上凌霄宝殿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要扫平这座花果山。只要你敢来，俺7天大圣等着你。啊 臣奉旨前去捉拿妖猴，不料那妖猴法术高强，哪吒聚灵神不能取胜，望万岁再加兵将。这么多兵将，竟然打不过一个妖猴，还要添兵？妖猴确实厉害。 老臣早已说过，那妖猴有72般变化，本领确实不小啊。嗯，万岁，他还口出狂言，自称齐天大圣，若不依他，定要打上凌霄宝殿。嗯，望万岁降旨。 再发兵将，那妖猴颇有神通，不如将计就计，给他个齐天大圣的空名，把他养在天上为妙。嗯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养在天上，日子久了，又要生事，要免生事，只有斩草除根。嗯。 啊，万岁，千万不能再大动干戈呀！这样未免得不偿失，还是把它软禁的好啊。嗯，还是金星之策为高。我看就把王母的蟠桃园给他看管，借此驯服野性。若再闹事，就地擒拿。 万岁真是神明，待老臣再去哄他上天。圣，哼，原来是你，又来干什么？大圣，我是奉了玉帝之命，特来请你的。什么玉帝之命？俺老孙不听这一套。哎，这。啊，上回是马天军冲撞了大圣，玉帝处分了他呀。处分的好，早该这样。哼，玉帝已封你为齐天大圣，请你上天。玉帝老儿只好承认齐天大圣了，承认齐天大圣了。你那玉帝老儿只好服输了吧？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，谁要他封？ 不去不去，回去吧。快走快走！这花果山花果茂盛，景色倒也不错啊。本来就好嘛。哼，好是好啊。 只是比起天上的蟠桃园来，那可就差得远喽。什么蟠桃园能比得上俺这花果山？那王母的蟠桃园乃是天上第一仙境啊，其中景色之美，那简直是无可比喻。这果子，那只能算是……哎呀呀呀！ 哦，我金星还能骗你不成吗？大圣啊，玉帝把这蟠桃园给你掌管，这么好的地方，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吗？慢着，让俺想想。嗯，好吧，俺就随你去看看。恭喜大圣，请。老头儿，那蟠桃园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你看那闪闪红霞就是桃园，大圣何时有幸即可前往啊！好，俺就去看看。原来是大圣，小神是本源土地，来这儿伺候大圣。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查看桃园。哎，大圣，我来引路。 大圣，大圣！哎呦！大圣！大圣！ 哎大圣，这一片桃林是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。人若吃了，可以长生不老。怎么吃一只桃子可以长生不老？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阿姐，是可以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。大圣，前面还有，请。这。 大圣，这桃子是6000年一开花，6000年一结果。人若吃了，可以立刻成仙。哦，有这大好处。嗯，好，带俺老孙尝尝。哎，大圣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嗯，为什么？ 大圣，使不得呀！这些仙桃是王母专为开蟠桃盛会用的，现在可不能吃啊，大圣。那在什么时候吃呢？等到开蟠桃盛会，还有9000年的仙桃呢，到那个时候，大圣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了。还有哪些？快带俺去查看。 大圣，就是这片桃林了。这桃非同小可，9000年没开花。知道了，9000年开花，9000年结果。好了好了，带俺自己去看，你去歇息去吧。小生理当奉陪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大。 说什么在蟠桃会上吃？俺现在就吃，有何不可？正位仙姑驾到，小神未曾远迎，有罪有罪。老头儿这么多礼节，好了，快带我们摘桃去吧。仙姑啊，现在可不同从前了。怎么样了？ 玉帝现命齐天大圣掌管桃园，哎，请众仙姑稍等一下，我去禀报大圣。什么齐天大圣？管他什么齐天大圣，我们来此摘桃，何用他知道？好吧，等大圣回来，我再禀报。 缺少了，像是被谁摘的似的。谁敢？除非是你摘的，是你！姐妹们，快来，这里有大桃哦，在哪儿？喏、我们奉王母之命来摘仙桃，你是何人？哦，原来是王母派来的，俺乃是齐天大圣，你们采桃何用？为开蟠桃盛会，准备果品。有趣有趣，但不知这蟠桃会上请的是哪路神仙？太上老君。 南海观音，500罗汉，上八洞神仙，中八洞神仙，下八洞神仙，还有哪些？很多呢，天上神仙俱都邀请，连下界的东海龙王。住口！难道没有俺齐天大圣的座位？什么齐天大圣没听说过？一个管桃园的猴头妄想去瑶池赴会，真是做梦。好啊，请我上天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哼，玉帝老儿，你三番两次欺压俺老孙，俺与你势不两立。姐妹们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 慢走！玉帝老儿，你眼里没有俺齐天大圣，如今俺老孙倒做了个首席。玉帝老儿，来给俺老孙斟酒。王母，拿仙桃来。 玉帝封你为齐天大圣。什么齐天大圣？没听说过，一个管桃园的猴头。玉帝老儿。 俺齐天大圣的面前可没有你的座位。王母，叫你这蟠桃会开得再热闹些。给我拿酒来。这东西偏不让你们享受，让俺老孙带回山去，给孩儿们开开心。谁都不敢碰你，俺老孙偏要跟你较量较量。哼！回花果山去。 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洞府了？嘿嘿，这里倒清静得很，俺老孙正好进去玩玩。嘿嘿。 老头到哪儿去了？嘿嘿，丹房。今天俺老孙倒要看看这太上老君炼丹的地方。这是给玉帝炼的金丹，俺先尝尝什么滋味儿。嘿嘿，玉帝老儿，这一回你可吃不成金丹了。嗯嗯嗯嗯，快回去，孩儿们开一个仙酒会。 这仙酒仙菜都是玉帝王母送来的，嘿嘿，我们吃它个痛快。 这是王母的蟠桃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 这简直不像话！那孙悟空好生无礼，他不但偷吃仙桃，听说蟠桃会上没有请他，还打骂玉帝王母。嗯，大胆妖猴，无法无天！这简直是造反了！ 万岁！可千万不能轻饶这妖猴。嗯，太上老君到。启奏万岁！免礼。万岁！贫道为万岁所炼九转金丹，被那孙悟空偷吃的一干二净。那妖猴已经逃回花果山去了。哎呀！ 这！万岁，万岁！事到如今，快把那妖猴抓来正法。臣请旨，立即发兵。命你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定要捉拿妖猴见我。遵旨。你这猴头，胆子可不小，竟敢在天上偷桃偷酒，又偷吃老君的金丹。不错不错，是俺老孙所做，你敢怎么样？你犯下10恶大罪，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？亮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，胆敢出此狂言？命你等山前埋伏，命你等山后埋伏，不得放口妖吼。眉山兄弟听令啊！在肃清二郎镇军同去捉拿妖吼，不得有误。遵令啊！背地下手，暗箭伤人，算不得什么好汉。哼！该死的豪桃，这回你该知道了吧？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。嘿嘿，玉帝老儿，你真了不起，对付俺一个还只好用暗算。哼哼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嗯，你这猴头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！来呀，给我速速处死！ 神箭，放神箭，快！啊！ 这可如何是好？万岁！把妖猴交与贫道，我自有办法儿。来呀！ 将妖猴打入丹炉，猴头，炉子里滋味如何呀？好热，啊，好热！嘿嘿，别忙叫热，这热嘛还在后头呢。嘿，来，赶快吹火！哎，猴头，怎么样啊？这个好凉快，好舒服。嗯。 哇！我叫你好好凉快，好好舒服。来，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已经练成2粒金丹了，哈哈哈！哇！呀！啊！大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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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